哇，这是什么样的生活？你看，这个今天呢是整个塞浦路斯的叫 Green Day， 然后星期一放假一天，路上的人也非常非常少。刚刚老板娘呢，在快到结束的时候还送一杯红酒。在这个还有冰块哦，非常的享受。15欧元，大概乘以35，算乘以40，然后大概600块钱哦。从早上的11:15，现在已经接近下午2点喽。也开车非常非常的缓慢，非常非常的悠闲。这个是塞浦路斯，难怪开车非常非常的享受跟舒服。决定等下去租车，租了一个最迷你最小的，一天只有20欧啊！哎呀，真的是太棒了！哦，这警察车。